今天去看医生，诊断结果真的太惨了，我这辈子都毁了呀。什么情况啊？伤哪里了？膝盖关节炎、肘关节炎，我还有救吗？随着年龄的增加，人体内的葡萄糖胺的含量就会逐渐减少，因此关节间的空隙变窄后，而后软骨变得太薄，导致硬骨直接承受身体或外来的力量，导致鼻子间的摩擦产生的关节疼痛、僵硬以及肿胀的现象，或因为运动、职业伤害导致软骨受到破坏而导致的软骨流失引起的关节的疼痛。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关节护理神器——关节活素。权威关节活素其独特的九种主要元素组合，专为重建健康关节所致，强烈推荐于高活性，更有效地被人体吸收。主要配置为盐酸葡萄糖胺、硫酸软骨素、甲基硫硒甲烷、骨胶原、八碱天、淫羊藿、接骨木、骨碎补、姜黄为主要成分。许多人到新加坡旅游，都不知道该买什么手信回家给自己的父母亲，也不知道新加坡有什么特产。其实相比起年轻人使用的护肤品、化妆品、零食和宝石纪念品，给中老年人购买关节保健品才是更来的实际的。要知道关节健康才是与生活密不可分的。值得您在新加坡购买保健品的最佳理由是，新加坡的法律严格，商家不敢乱来，而且新加坡的保健品品牌值得信赖，售价也很合宜哦。要知道品质决定价格，商品的价值和价格是不能相提并论的。新加坡制造的保健品，它的工艺和品质绝对物超所值。今天就为大家盘点一下在新加坡旅游值得购买的关节保健品。